主席、各位同仁，本席在这边强烈要求 NCC 应该停止审议旺中案。NCC 应该停止审议旺中案。第七届的立法院第八会期的第九次全体会议，也就是去年的10月31号，已经通过决议要求 NCC 停止审查本并购案。没想到 NCC。